好啦，入埋闸啦，蓝天宝马黄旗举起，一档黄黑衫翩翩大热门。一开闸嘅时候平排出闸较为快啲，飞龙区啦，出边迎你骏马啦，中间咧仲有呢只蓝天宝马最标大外档就系呢只月影啊，内栏咧就翩翩啦，再见到中间心花怒放马克罗斯，出边腾龙超影啊，尾三咧就贝连尼，尾二随心随意包咗落尾嘅马咧就有心人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嘅段处，飞龙区就放啦，拍住佢一齐咧，仲有偏呢只咧就系最标啊。第三位迎你骏马啦，出边咧就系呢只月影啦，内栏咧仲有翩翩，再后边蓝天宝马跟住。第六位嘅咁啊，内栏心花怒放啦，出边红黑直间衫马克罗斯，尾四腾龙超影，尾三白衫贝连利，尾二有心人包咗落尾，仍然系呢只随心随意啊！好啦，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飞龙区斗紧追标啊，偏偏唔要入边啊，攞出嚟中档位置追，咁啊再喺马林入边追咧，仲有蓝天宝马啦，入边心花怒放啦，外边上就系月影大外档马克罗斯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啦，飞龙区打落去都唔多啦，偏偏依家认真俾两步已经系抛甩啦，后边嘅马。仲見到月影啦，同埋藍天寶馬嗰啲馬，出邊就係呢只馬克羅斯接近終點，偏偏輕鬆贏啊！跑第二名咧，就月影嘅機會咧，似乎高過只飛龍區喎。咁啊，結果就係呢只偏偏2.3倍嘅大熱門，咁啊守住內欄第三位，入直路都費事同你搞咁多，攞出嚟中檔望空追，都唔知道有冇打過邊啊！跑第二名嘅馬外邊大隻啲啊，只月影啊，第三飛龍區第四名咧，就幾隻馬要影相好近噶。偏偏咁今日又唔係真係預期咁多馬搶喎，結果就唔使俾馬硬住啦，輕鬆贏啊！月影田大軍跑翻個第二，飛龍區咧就頂翻第三、第四咧就睇下係邊只啦。埋邊有心花怒放，中間藍天寶馬同埋開邊嘅馬克羅斯，2.3倍贏馬，無阻無擠啊！因為轉彎一咬開只盈利進馬，佢就望空啦。就最驚就係出唔到嚟嘅啫，出到嚟就冇問題啦。135，蔡漢今晚贏五色特高，偏偏妹同阿潘頓啊，呢兩個配搭。咁另外組合入邊3-1 A1 嘅隔夜熱門啦，16.5。第五 win 啦，今季咧偏偏唔同嘅場地添啊。唔使自己走，仲勁啊！唔係咁多馬響佢前邊咯，變咗就唔使咁撈教啊！真係轉彎嗰度都西出嚟二碟啦。沙田跑馬地泥地，全部都有表現啦。而偏偏贏1200啦，足之都唔係話真係局限贏1000啦。第四都仲影緊啊！係啊，仲影緊啊！三隻馬，藍天寶馬、心花怒放同埋馬克羅斯啊！潘頓翻嚟講翻幾句，不過呢啲姿態都大把在手噶啦。泥地啊，應該冇乜選擇噶啦。如果再加分，就都係諗草地噶啦。8分。怪賽都好多呢啲啊，偏偏行到邊度，依醒神係贏埋上去啦，嚟緊跑大賽啦。即係每季都會出產呢啲咁嘅馬嘅，4月啲多節馬。睇下啦，咁啊喺呢個5月有場沙田直路1000係105分上限嘅。會唔會咁嘅姿態都過咗105分啊？真係唔知喎。加8分以上啊嚇。月中我哋有跑馬地1200，解開啦唔要。咁睇下起步啦。打行圈嗰個心花怒放啊，慢咗閘，慢咗啲嘅都。係咯，因為隔離嗰只飛龍區啊，挨一挨佢啊，咁啊都慢咗半拍啦。前邊啦，咁啊藍天寶馬就大力推騎啦，壓住個好位。入邊啊飛龍區啦，出邊埋緊嚟就最標，但係我當咧就迎你進馬，最出咧仲有一隻月影話。咁啊中間一路都推緊噶啦，就係馬克羅斯啦，喺佢旁邊咧嗰只就係騰龍超影嚟嘅。內欄見翻心花怒放啦，尾三咧就係貝連利包尾一對啦。入邊就有心人啦，出邊就係隨心隨意。而家阿潘頓啦，都左擺右擺都預備，都希望挨出嚟噶啦。而家係等你等你嗰只盈利進馬幾時轉出去咧？佢就順勢嘅啫嚇。你一轉出去，佢即刻攝你呢個位啦，因為佢又喺入邊慳腳程啊嘛，同埋又勁過你呢只馬。
最邊冇嗰條欄啊，真係差好多嘅呢只馬。飛龍區又可以一路捱住。嗯。月影都仲係幾好嘢啊！加咗啲磅都可以攞到條 Q。馬克羅斯真係有啲唔係好駕馭得到只馬喎。仲有些少唔規矩啊！好唔規矩。分段23:24，21:89，頭兩段4:53啊，然之後24:46嘅末段，足成1:07:59，快過標準時間咧，刷線啊！